这么轻易就能拿回去的吗？啊！让开！还要俺的牛？好小子，你敢撞我，我肯定是活得不耐烦了你！嘿，嘿，嘿，猴哥啊，今儿说怎么这么早啊？你答应过俺的，今天一大早就把牛还给俺的。嘿嘿嘿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牛嘛。 肯定是要还给你的。那好，俺自己去牵。哎哎，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不要着急，这牛肯定是要还你的。不过，你得答应我一个小小的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得答应我，把这个东西放到那几个外星人喝的水里，啊，我这牛立刻就还给你，怎么样？ 就不这么简单，听明白了吗？这要是干啥用的？谁让你问这么多的啊？主人让你做你就做。这个药嘛，什么都不是，啊，就是让咱们喝了以后嘛，能睡那么小小一会儿。<笑>俺不要你的药，俺只要俺的牛。哎，我说你小子怎么不上道啊？你不听主人的话，还想要你的牛？我看连个牛尾巴都不会给你的。俺知道你这药不是啥好东西。 俺虽然笨，但也不会拿这个去害人。他们可是俺的救命恩人，俺不要这种药，俺只要俺的牛。嘿，好你个富贵啊！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啊？我再问你一遍，这药水你到底拿不拿去？俺不要，俺只要俺的牛。嘿，阿黄，阿黄，拦住他！牛被偷了，来人呐！ 老黄，老黄，哎，拦住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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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拦住我！还要俺的牛！还要俺的牛！哎呀！这……俺不是故意要伤你们的，好你个臭小子！不是的。 你敢伤我手下的人，是吧？给我打！给我打！给我打！嗯？怎么一大清早的，这小鱼儿就不见了？对呀，小鱼儿，小虎哥哥，富贵，米大哥，我一大清早就去找小鱼儿，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他。啊？不会吧？ 这不说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？小鱼儿年幼贪玩，又第一次出凤凰城，会不会又到哪儿玩去了？不管那么多了，先找找看吧。嗯，我们走。小鱼儿，小鱼儿，你在哪儿啊？小鱼儿，小鱼儿，喂，哎，咱们这么一块儿找也不是办法，我看还是分头去找吧。啊，嗯，西火，你去那边找吧。 我们去那边。好，好，走吧。小鱼儿，你在哪儿？
臭小子，现在该知道厉害了吧？啊，我再问你一次，刚才说的，你到底答不答应？快说，答不答应？还俺的牛，俺要俺的牛！这小子嘴硬，骨头也他妈硬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是不是？我再问你一次，这个药你到底拿不拿去？拿不拿？你要俺，害俺能忍，俺不干。哎呦！ 这可是你逼的啊！带走，我是看你的牛吧，让你看去。走。放开我，还俺的牛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，还俺的牛！此沟以来，有债必还。 这是天理，你欠我的粮食不还，我就从你的牛身上割肉来还。不，放开阿黄！那你就答应我，啊，把这个药倒进他们喝的水里，哎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就算我也尽是做善事，只要你答应。 按我说的去做，粮食可以不还，牛肉我也可以不割，如何？亏心事，俺不做。好，有志气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，给我割，割大爷大块。 大事不妙！这不是小鱼儿的那把刀吗？啊！你大哥，你的意思是小鱼儿不是出去玩，而是被人抓走了？嗯，我们得想一想啊，小鱼儿有可能被谁抓走？我们刚到这儿，应该不会有什么敌人吧？哎，野金士，赶快去找西湖！啊，走，来，小心！ 阿黄，放开我！你们家的牛跟你的脾气一样倔，割了半天一声都不吭。你们放开他，阿黄！富贵，你给我听着，在这京城里，我金野氏就是天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让你做什么就得做什么，我让你下药你就得下药，我气死我了！拿过来，阿黄。 有话好说吧？何必拳脚相加呢？有话好说，你们对富贵这样，最有话好说吧？这都是误会，完全是个误会。哦，误会呀！哎，都是误会，这是误会嘛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打断你们双手双脚，再挑掉你手筋脚筋，再跟你们说是误会，你们觉得如何？你放肆！哎，你找死！放肆！你才放肆呢，怎么能对几位英雄这么说话呢？ 哎呀，哎，各位英雄，多有怠慢。本来呢，有借有还，这是天理，对吧？这个福贵来了，他借了我粮食，他又不肯还，我也是被逼无奈呀，才出此下策。要不这么着吧，你们几个把人带走，我绝不阻拦，如何？谅也不敢。
阿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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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我不好，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阿黄，阿黄，哎，这个人你们可以带走，不过牛你们可得给我留下。牛是福贵大哥的，我们都要带走的。你说什么？不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牛你们也可以带走啊。不过，富贵，牛我也给你了。山后我那100亩地，我限你明天之前必须把它给我耕完。明天我就检查，这100亩地的活还没有做完的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就停止放粮，让全城的人都饿死。哼，我已经是说到做到。富贵，听明白没有？喂，西武，喂，英雄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我们的人不见了，怀疑被你抓了，所以要去你家中搜查一下。人？人？什么人？给不给搜啊？给搜，给搜，请便，请便。小鱼儿。富贵，先把阿黄带过去吧。走吧。好。阿黄，走。哦，金子！主任，金子！主任，给我金子！给我金子！来来来来，来！我的孩子，你是不是饿了？你饿了怎么办啊？饿了，饿了想办法。孩子，来来来来。
磨一点的，快吃，快吃，吃，吃，吃不能吃，都是生的。啊，不怕不怕，娘的手里有火，你看不到，但是真的有火啊，熟了。你来，来，你风雨人，你走开！吃啊，吃啊！你在说什么？风雨人，你是我的孩子，你竟然不听我的话！我会打你的，我会打你的，我不会舍不得，我会打你的！救命啊！你摔疼了没有？你摔疼了没有？放开我！起来！救命啊！起来！放开我！你不要跑！你不要跑！百亩地呀、啊！可恶！不管这个混蛋了，他要是敢乱来，我就一把火烧了他的窝！哎哎哎，此事在意，现在的重点是小鱼儿啊！小鱼儿啊，他会不会去找他娘了？小鱼儿他不是不懂事的孩子，要是他去找他娘的话，一定会先通知我们一声的吗？不如这样吧。小虎哥哥，你跟米大哥去寻找小鱼儿，我在这儿陪福贵大哥。嗯嗯，我们走吧。阿黄，咱们得去耕那一百亩地了，要不然咱们就成为全城的罪人了。除了那个野金氏，谁还有可能会抓住小鱼儿呢？哎，等一下啊，不会是魑魅吧？啊，哎，不会不会不会，不过依你之前所讲，应该不像魑魅行事作风，我们还是再找找看哈。嗯，小鱼儿，小鱼儿。富贵一个人害了大家，你没法耕，俺来耕。天都黑了，咱们都快把这里的地皮都翻一遍。小鱼儿，我们是不是漏了什么地方没找到啊？喂，你没听我说话？小鱼儿，喂，你聋了？你少讲两句，或许早就找到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好好，但是这样找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要是小鱼儿他被小鱼儿妖魔抓走的话，等我们找到他，那就太迟了。不然呢？小鱼儿，我的孩子。喂，他不是你孩子啊！我，哎呀，我这榆木脑袋啊，之前怎么就没想到他呢？你还记得那个疯女人吗？野金氏的夫人啊。你的意思是？正是此意。那还等什么？走啊！好啊。
去耕田了吧。 怎么了？回事？哇，玉盘有反应啊！难道是感应到生肖元神的化身？不会吧，我们连一点生肖元神的迹象都没发现，怎么可能呢？哇，动得这么厉害，会不会是这里的居民啊？喂喂喂喂喂，静观其变，静观其变呐！哎呀，怎么这么奇怪啊？抖得这么厉害！哎呀，静观其变，静观其变呐！哎呀！ 小玉儿没找到就算了，现在连玉盘和药叉也不见了。那些东西全部都在你身上的啊，你不许赖在我头上。喂，小虎哥哥，米大哥，玉盘，不，喂。
怎么会在你身上啊？我在地上捡到的啊。嗯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能捡回来就好了啊。小鱼儿有没有找到啊？还没找到。不过你们放心啊，我们已经找到新的线索了。小鱼儿呢，应该是被那个疯女人抓去藏在某处了。现在已经是夜深了，现在去呢会打草惊蛇的，只能等到明天去前行跟踪那个疯女人，一定可以把小鱼儿找回来。那头牛昨天伤成那样，势必是没法再用了。就算能用，你看那富贵队的牛比他亲爹还亲呢，料想他也舍不得用。要耕那一百亩地，要靠他一己之力，那是不可能做到的。谢，主人英明啊！那富贵，我料他也做不到啊。是啊，我倒要看看，他到时会在全城人和那几个外乡人之间如何抉择。那他肯定是选咱们金城人呐。那几个人说到底不就是外乡人吗？不过到时候为了让主人放粮，他们还得听主人您的嘛。再说了，那个小美人啊，他迟早也是主人您的囊中之物啊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主人，完了，说什么咱都不会去。你看呐，你快看呐，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是啊，就靠他一个人一百亩地就这么耕完了？是啊。主人，我操！我亲人来了，我的亲人，我的亲子，亲子。主人，你听听，亲子。我要和我的宝贝亲子在一起，快回去！高兴，主人，花呢？怎么全是白花、红花？女孩子喜欢红花，红花。哇，这疯女人好生奇怪呀！听他的话呢，的确是抓了小鱼儿，可是为何又说是女孩子呢？不管了，先跟上去再说。行了，你们赶紧下去吧，今天我累了，要早点休息，让他们都下去。去，下去。
怪。金氏，他也回到这里了。不过他进屋之后，却找不到人了。还有，我们跟踪那疯女人也不见了。啊！照这般看的话，那应该很可能是有密道机关呐。那么小鱼儿一定在里面。喂喂喂，我们分头找啊，分头。已经被他们发现了，里面顶多就一个野晶士和一个疯女人，怕他们什么？啊，对，走走。水月，米大哥，小虎哥，快来救我！不用怕，我们来救你了。快来救我！米大哥，别逼我出手啊！快来救我啊，米大哥！你们想造反？我可是京城最大的野军师。孩子，把孩子还给我，把孩子还给我。说白了，他也是个可怜人呐。你快把我松开，我饶不了你们。我可是京城最大的我。哎呀，一人难，一心更难呐。好。我米神医今天就替你医医你这贪婪的黑心，我们把这堆金器还有所有的粮食都带走。好，我的金子，孩子，我的宝贝金子，孩子，我的宝贝金子，快走。喂喂，金子是你的全部财富，我会留一个给你的啊。来，孩子，走！不要带走我的孩子，孩子！是金子！哎呀，哎，谢谢，哎，谢谢。你们都不用做这采金子的苦力了，这些金器都分给你们了。啊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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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你消消气，你消消气啊！金子，我的宝贝金子全没了，全没了！苦命的主人呐，这些钱到的，怎么能这么狠心，不但分给了全城人，
他心脏都给毁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还说你还说，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。主任，要不咱一不做二不休，带刀过去，把那几个外乡人统统给做了。做了？啊，搞不好他们反倒给我们做了。哎，主任，我想出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快说。我远方的一个表亲啊，认识一个很厉害的巫师，他能用腐蚀和泥土生生造出一个妖魔来，拥有无穷的魔力，一定能杀掉那几个外乡人，男的通通杀掉，女的留给主人做续房。这个主意好，这个主意好，赶快去吧，是，快去呀！这回可算是出了口恶气呀，解决了这个黑心的冶金事，怎么样？啊，我分金子的计策不错吧？啊，也是，这样一来啊，也能治愈着那冶金事贪婪无度的野心了。嗯。喂，想什么呢？还在想那个疯女人呢？啊？你才想呢。哦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咱们小鱼儿长得真俊俏。嗯，那天在冶金市地下密室里满身插花的样子，还挺像个小姑娘的，对吧？你才像个小姑娘呢！哎，他骂你哦。哦，好大的胆子，看我怎么打你屁股！别跑！哎，我帮你。哎呦！别打！别打！哎呦！别打！报仇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山神土地都显灵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各路神仙快显灵啊！快显灵！啊！快显灵！快显灵！主任，这个就是巫师用腐蚀和泥土做成的妖魔之体。待会儿，他只要将血洒在此物之上，这个东西就会变成十分厉害的妖魔。